所以你会觉得说明明就是一个打官司的时候拿出来的证据，就还要被告，是很，因为家事法庭第一个是不公开审理嘛，那我有责任跟义务要提供所有的材料跟背景给法官知道啊。然后再来是他跟我一起拍忧郁症的影片，是他自己公开资讯，他已经公开的资讯我再提供给法官，我没有觉得这是有什么问题。然后也是在律师指导的情况之下这样子做的，所以就觉得是，就这样。所以，如果就是大家打离婚官司的时候，请小心一点哦。好，辛苦了大家，辛苦大家，小心后面，小心后面。所以你会觉得说明明就是一个打官司的时候拿出来的证据，就还要被告，是很，因为家事法庭第一个是不公开审理嘛，那我有责任跟义务要提供所有的材料跟背景给法官知道啊。然后再来是他跟我一起拍忧郁症的影片，是他自己公开资讯，他已经公开的资讯我再提供给法官，我没有觉得这是有什么问题。然后也是在律师指导的情况之下这样子做的，所以就这样。所以如果就是大家打离婚官司的时候，请小心一点哦。